好辣，感觉是辣椒的味道。嗨，下午好，我是阿松，这里是美国的纽约。我现在到的地方是美国纽约的皇后区，我身后这有家店，上面写着拉萨凉粉。注意看一下，还是这个拼音版本的拉萨凉粉。其实我曾经在2年前来过这家店，然后在4年前的时候好像也注意过有这么一家店。今天呢，我和朋友来这家店，再来看一看，然后我也在这个视频当中来分享店里的一些情况，还有他们的菜单上有些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会吃到什么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到拉萨凉粉，就是原味的5美金，然后带牛肉6美金，还有这个黄粉。在印度好像吃过这个黄粉，在拉萨真没有过。拉萨努勒应该这个是藏面，我记得上次在他们那吃过这个藏面，但是不是那种拉萨那种口感，不是那种比较涩那种口感。这个的其实就稍微偏南亚一些的，但是在拉萨也能吃到这种。然后这个拉萨的这个叫藏饺子了，应该是这边叫momo，其实比较尼泊尔的一种说法。然后你看这家店，好像以前是洗剪吹美发的一家店，然后他们可能把这店搞下来之后，就改成这个拉萨凉粉了。来进去吧。对吧。好，现在给了我们菜单，还是跟那个外面看到的这个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。好，我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带我尝你，我尝一下。OK， 这个店里面的墙上也挂着一些照片。哇，凉粉上来了。主题曲，他刚才点了一个这个青菜，可以，挺好吃的，味道香辣。好辣，感觉是拉萨的味道。不错，这家店还真的不错。那你上一次去拉萨就12年。一二年最后一次去的时候。你在那边有没有吃过拉萨凉粉？吃过。凉粉，酱面。好。那时候仓库寺甜茶，每天下午去喝甜茶。那你住在哪儿？住在仓库寺旁边。八角街的附近。这个辣真的很对口。是啊。辣真的很对口。就像四川的那些香辣，有点香辣，还有香油在里面。应该是真的川味很正宗。把这个凉粉放到米饭吃。我要展示一件东西，来看这儿吧。如果可见我对这里的感情。你左右看。一股思绪，让我飘去了拉萨。黄粉，里面这个是那种豆腐，嫩豆腐，就那种关东煮，有些关东煮里头那种嫩豆腐。看这个，好像是一个海鲜一样。它里面是豆腐。它这个不是，味道很好。感觉像面筋。对，面筋。这香菜和蒜炒的是真香，真的香。
跟米饭在一块儿，然后仿佛都闻到这个辣香。哇，今天吃的这顿饭精髓就在这碗里。走到哪里走不出生活。拜拜。哇，感觉如何？很值得来的，很值得来的。拉萨凉粉，我再看一下，就真的就觉得这个店真的很不可思议。然后就这样一家店在纽约，然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纽约的一点。生活都是生活，走来走去。我是阿聪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，将是对他最大的认可。如果你对我过往80国经历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，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，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